好，我看一下这里哦。他说有一个凸八边形，问你有几条对角线。老师想请问一下，凸八边形有几个顶点？八个顶点。正常一讲，两个点就一条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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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原本八个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七的八取二是出来了。但是问题来了。题目又问的是对角线，对不对？那怎么算？哎，老师举例哈、哦，比如说四边形有几个顶点？四个顶点，对吧？哦，这四个顶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七的四取二几条？六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是六条。但问题来了，我只要对角线嘛，外面这四个边算不算？不算，所以说把它扣齐，四。所以说只剩几条，中间这两条而已嘛。那同样的，凸八边形几个点？八个顶点，八个顶点可以连成几条直线？七的八取二，它可以彼此交错，连出这么多条直线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，这八个边算不算对角线？不算。所以说把它扣齐，八是出来了。所以说答案算出来是几？20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